要走的是什么风。今天其实是 DVF 的一款我其中自己最喜欢的一条裙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把我另外一方面的气质带出来了。来纽约最想应该是吃东西跟购物，所以哪里有的吃东西跟购物我都想去，觉得不会穿 hold 不住，很少哎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还蛮愿意去尝试的人，可能如果要在大众面前呢，可能三点是泳衣吧。美国的偶像有很多 Beyonce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还有就歌太多了， Rihanna、Mariah Carey 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人我自己都很喜欢。 Beyonce 最喜欢的歌其中一首对我最重要的应该是 If I Were a Boy 吧，我自己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都也有翻唱。帮助我，然后歌迷去爱护我，我觉得这是最让我骄傲的事情。